这就是我们整个祝哥的这个数据，我们先看体重，89.9，哦，长了5公斤。祝哥到现在也没关系，如果体重增长的是肌肉的话，也非常完美啊，非常 OK。 现在体脂，体脂肯定上去了，我知道，面条米饭不是白吃的，那么现在是。19.8，差不多呀。所以换而言之，就是这五公斤长得都基本上是肌肉。哎呀妈呀，可以啊！体脂保持得很好吧？整体的来看，体重有点微微的上扬，但是整个的体脂率其实保护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再加上伤病的困扰，那整个就是上肢和腿围，素哥都保持得非常好，都完成得特别的出色。